今天是12月2号，其实，在每个月的月初呢，无论是 PlayStation 4还是 Xbox，都会有免费的游戏。当然，如果是会员的话，据说这一次 Xbox One 给的免费游戏不错，我们看看是什么。Let's go。那首先需要登录上。OK，登录上之后，我们进到我们这个 Gold Xbox One Gold，然后里面会有这个月的免费游戏，到底是什么？哇！OK，这个月的免费游戏比较给力了，叫做 Sleeping Dog Definitive Edition。虽然之前玩过，但是这是高清版，免费下载，何乐而不为？Yeah。之前卖69啊，现在直接买下来，正在下载。然后看看 Xbox 360呢，是 Online，Online 这游戏我已经有了，所以不需要了。当然了，一如既往，每次下载完游戏之后呢，是没有时间玩的，但是就是想把游戏收藏起来。另外，我跟很多人说我的地方非常挤，很多人还不信。信不信没关系。因为确实很紧。今天天气冷极了，雨大风大，太阳没有。现在呢，我把车停到了 Costco 外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多人喜欢在国外买奶粉，然后运回国。然后今天要帮朋友看看这边有没有一些奶粉，但是停车停得有点小远，所以要走过去很远的地方那边。OK。哇，现在外面真的是太冷了，这个破天气。店里的牛奶，奶粉我已经看了。价格稍微贵那么一点点，然后我也跟朋友说了，那价格他自己定吧。我还是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边买。这鬼天气！哇，天晴了。OK，这个电池还没有充满。今天晚上6点钟的时候有一个活动要参加，现在是3点多，也就是说我要在这3个小时之内把我能在家里做的全部做完。比如第一件事，我要把之前的一些东西收起来，是想给这个家适当收拾一下，腾出一些地方，所以准备现在装盒子。比如说把一些东西，就是能够收起来的。把它的外包装起来，然后再把它盒子放到盒子里面，这样的话，盒子跟外包装二合一，这样可以腾出一点空间来。所以，我需要花半个小时做这些。天呐，停车费要24块，
24块停车费，我现在想个办法把车停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实在是太贵了，我要想办法停在某个路边。对，我可以停2个小时，然后这个地方离会场还有很远的距离。啊，冷啊，这个冷。直接超近道过来了。I'm looking for 601. My house is just next door. Do you have a ticket? Yeah, I'll get one. Hello, I. Hi. 我是米奇，然后有没有私房票给我留？28的。好。我给你一张吗？Thank you very much, Mr. Zhang. I will just do a very brief translation for him. I mean, he has been very humble. Actually, I think, you know, me as an immigrant coming all the way from China, I recognize him. I bet maybe half of the house tonight recognize him as well. And this time, waiting for your call. Baby, we did nothing wrong. 这次来这个电影节，真的是历尽千辛万苦。刚才找车位真的是太难了，但好在是出来。我跟三爪他们已经失散了，但现在我需要去在漆黑的地方找到他们。痛吗？颁奖典礼上面。有没有见那个钱大川旧版？钱大川，我刚现在台上我也看到他巨明显，是吧？太高了，好大一只，什么意思啊？谁啊？浩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去吃点夜宵，因为为了参加这个会，从下午到现在一口饭没吃。我们一口饭也没吃，但我们决定去哪儿吃啊？烧烤吧，那就在当趟吃喽。当趟有当趟。你有认识的吗？有，但是今天特别熟的姑娘没来。最早是 UBC 的一个社团，然后后来在 BC 省注册，然后现在在 SFU 跟 UBC 都有分社。好，我们身后呢，刚刚 Justin 他有一个朋友是这边的一个管事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照相了。
OK， 现在终于接受完采访了，然后就要赶紧吃晚饭，然后再不吃的话就成早饭了。然后现在天气气温变得好冷，我的车停得非常非常的远，然后已经这个票已经过了，希望不要有罚单就好了。哇，哎，等一下跟Justin在那边会合，然后委屈了，委屈制片人了，因为制片人准备挤在后面。爱吧 ，Yes。专职谁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在镜头里面是长啥样，不要把我拍。你的跟小助手，专职摄影师，我们看到那个摄影师长什么样了？对啊，我们看到了，摄影师超美的，你们看不到。在后期的摄影师现在在我们对面，对，所以我们都不是摄影师。你猜摄影师长什么样？就不告诉你们。不是，网友都知道的。我见过脸吗？见过，他经常出现。可是我也关注你，我就没有见过。我也没见过。他在那个有一期玩那个游乐场的时候，就整个就出现了。大家有发现我扫了？每个人都是米扫，你看这里够了，一米扫一，米扫二，米扫三，米扫四，四位米扫，这里还有个米扫，米扫五，米扫五。颁奖仪式，这是正牌米扫。哦，这不认识吗？这认识。停下了，我们有很好吃的这个烧烤上来。我饿死了。